日民众关牡丹乡四零溪上游的牡丹水库，1996年6月7日启用通水。省长宋楚瑜专程抵达屏东县牡丹乡，主持关系到屏东县最南端恒春、车城等六个乡镇一般民生工业用水的牡丹水库完工跟按钮启用典礼。北中市1999年6月7日，当时的全世界做梅人出名的南韩统一教，伊台湾成功牵成400多对的新人。经过三年的试验，决定甘要结婚。是由统一教教主文先明配对成功的新人。有的人窃窃私语，有的人羞涩的不知如何是好。相不相信，他们都是只见过一两次面就决定要厮守一生的新郎新娘。刚认识而已。今天是刚认识。今天是第三次见面吗？统一教信徒的婚姻是由教主亲身配对，有的在结婚前完全唔捌看过面，也是干那看过两三摆，所以讲统一教集团的结婚方式争议真多。不过这新人拢真相信教主为因所敬的另外一半。